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晚安呀。嗨，我是花生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我收到了一个包裹。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想说应该又是某个业配的包裹吧。但是因为晚上我跟 BB 聊了天之后，我就发现很奇怪，所以我下了班我就去拿了包裹，发现上面写着草莓花束。什么草莓花束？我不记得我这个工作啊，又要带你们一起来拆包裹了。我严重怀疑是他寄来的。带走。这是什么啦？什么？这是草莓花束哎。我看到四条了。他怎么记得啊？是真的草莓，难怪前几天一直在问我喜欢吃草莓。我还跟他说我没有采过草莓，结果不行，还我，还我！哇，你慢吃一点。第一次收到草莓的花束哎，你看。弟弟送我的，好香哦！我跟你们讲，他今天很怪。他今天晚上的时候就跟我说：“你吃草莓了没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什么草莓？”然后他就说他算错人了，然后问我今天有没有包裹。我就说：“嗯，包裹有啊，警卫室那边说有一个包裹，可是我还没有去拿。”他就说：“真的有包裹。”我就想说：“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是你寄的吗？”他跟我说：“哦，他。”想说现在台湾不能寄口罩，所以他就尝试，结果真的能寄。我想说寄口罩，哦，所以他寄了口罩给我。可是后来去拿了包裹的时候，发现又怪怪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大箱的口罩？草莓，今天的宵夜就是草莓了，我要把它全部都吃掉。谢谢你啦。虽然你在澳洲你没有办法一起过情人节，可是你还是让我非常的开心。等你回来，我们每年都一起过好吗？36789101112121213124516，